当小美帅气地说出：“喂，白小姐，你挑新鲜的鱼货。”其实，这一只叫什么？很新鲜。而且它是颜色，它不是花枝。花枝，花枝。哎，看来大家都是多起怂啊。那到底要怎么看新不新鲜？其实活的就是新鲜。它变白色了。我死。变白色。我在讲什么？难得来逛鱼市场，小美忍不住拿起了各式海鲜。这老虎镜头好吃哦。是。我觉得龙虾比较好吃。对，可是这只其实很刺耶。很刺。它会自走，它比较好，它不会。比较难吗？对，我不敢拿，它看起来就很刺。更吓人的还在后头。哎，这比起来章鱼根本没什么。那么远啊，这是什么啊？这后阿西赫，兄弟啊，是兄弟。玩得不亦乐乎的小美，似乎也真的变成剧中大厨。想看帅气大厨如何和菜鸟学徒大战300回合，不要错过，勇敢说出我爱你。